台劇成本難提升，何潤東靠這些吸引觀眾。何潤東透露，去年参与的60集大陆时装剧成本已达新台币11亿元，反观台湾15集的戏剧，平均每集成本只给约200万元，让他必须想办法调整。就像欧洲片，虽然没有好莱坞的资金多，一样可以拍得很动人。待15集剧本完成后，何润东花3周跟每位演员读本，改变以往定点讲台词的表演方式，让演员能边走边讲话，增加生活感。镜头灯光也花费心思尝试增加一镜到底的画面，希望从故事内容、拍摄手法及表演吸引观众。